清楚了吧？哎，怎么看？加，哦，一点哈，好，哎，没事啊。他那个，按一下。刚开始的时候哦，重一点下去，对不对？变成接过来，好。然后呢？好嘞哈。然后理论上是要接到这里来，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。哦，阿力滚，好，往上，他都往右上斜哦。然后点一下，然后再接到这里来，变成这样，有没有？盖纹，这个要离开一点，然后这样过来，点过来哈。哎哈，好，继续下按捺了哈，这样下来对不对？然后一二接到往上，然后这里画下来，盖纹哈，二已有向二哈。就好了哈，好来理解，来，好，点拉过来虚化，然后这样过来哈，上去要接哪里？接到这里来，往上挑，啊，按那个二一，有，从这里定点往这边绕，哦，绕一个。半圆哈，啊，半圆过来，安尼有，过来，过来哈。那个有哦，有像，临帖有时候蛮辛苦，因为不会像说你自己在写那么自在，但是这是必经过程。安尼过来对吧？这样翻安尼。是老师，我们有时候临帖也会忘记他的字形。就是忘我了哈。对啊，有没有忘记他？下次再写。这样拉下来哈，然后按上去，一定要这样看。好。然后从这里一画一画来，不能急说哦，我行书就是要两画做一画了哈，也不是这样哈，这样。先复看一下哈，这个没有水了，老师啊，没有水了。OK， 这个站立字墨可以写好几个字才会有所谓的行气在。你如果站一次写一个字，按着我起灯去啊，起灯去，行气都不高。刚刚唱歌的，是吧？还要吸一口气哈，要唱好几个，好几个字。一个换气那。情感就不见了哈。对呀、啊，一直换气怎么可以哈？往上提，直的下来，然后从这里靠近一点点哦，按对吧？一点点上去，好，从这里过来，点，再一，看一下哈，来两点，一。二上去，然后这样过来，二呢，一，盘这样过去，这样过来按的话哈，点，哎对吧？过来啊，好升，哎可以上去，接这个虚化就要接了哈，接，啊，哎绕一下圆的，好不好？上个月还是上，四一安尼下来哈，并较接力较并哈，哦，这样过来这样，然后一点点过来接，四十，这个处一些有力量啊，角度，好吧，OK。上，还有40，无见寒暑，不是。